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骆建飞老师，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中西姓名文化差异。上节课我们给大家讲了中国姓名的相关文化，大家了解了中国人的姓和名一些特点以及包含的文化知识。这节课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姓名文化方面的差异。你们看照片上这两个人是谁？左边的是李小龙，右边的是哈利波特。我们今天不是要比较中国电影，而是通过他们的名字来说明中西文化的差异。先看李小龙这个名字，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李小龙这个名字，李是姓，小龙是名字。也就是说，在汉语中，我们一般先说姓，后说名，我们会叫他李小龙，而不是小龙李。再看哈利波特的名字，他的英文名字叫 Harry Potter。在这里，波特是他的姓，哈里是他的名字。在这个名字中，人们先叫他的名，再叫他的姓。通过上边的对比，同学们能总结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姓名上的主要区别吗？相信同学们一定找到了他们的区别。在中国的姓名中，一般都是先说姓，再说名，比如李小龙、章子怡什么的。但是在西方姓名中，一般都是先说名，后说姓，比如哈利波特、迈克尔·乔丹什么的。刚才比较了中西不同的姓名还有称呼方式，那么中西文化中取名字的时候又有哪些特点呢？上节课说过，中国人的名字一般用一到两个字，如果父母有好几个孩子，一般会根据辈分不同在某一个字上体现出来。比如同一辈人的名字可能是何文芳、何文元、何文婷、何文凡等等，中间放一个相同的字表示同一个辈分，这在中国一些传统艺术里边也存在。比如中国著名的相声社团德云社就有岳云鹏、张云雷、刘云天等等云字辈的徒弟。中国人在取名字的时候，为了尊重长辈，后辈不能与长辈同名，我们不能用爸爸或者爷爷的名字为自己取名。比如管自己叫孔子、关羽什么的。而西方则可以与长辈、圣贤重名，比如英国 George Alexander Louis 王子。 George 向女王父亲乔治六世致敬， Alexander 在英文中对应的女名是 Alexandra， 取自女王姓名，而 Louis 则取自爸爸名字中的一节。这些名字与前辈都有重名，英国人正是使用重名来表达对先辈的尊敬和对后代的期望。上节课我们学过，中国人取名字以字为单位，一般是两个字到三个字，可能出现的搭配很多，也会在名字中体现出父母的希望。比如叫林、森，表示父母希望孩子像树木一样
茁壮成长。除此之外，名字中还可能包含伯、仲、叔、季等字来表示兄弟之间的顺序。比如孔子的名字就叫仲尼，因为他排行第二。西方的命名以词为单位，因此所选的词是在有限的范围里边挑选。其中名字的来源多与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的人物有关，比如月亮女神戴安娜代表了圣洁、自由和健康。刚才介绍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姓名，还有他们的文化差别。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他们之间有没有互相学习和借鉴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发展，中西交流逐渐增多，跨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对于那些来中国的英美国家的留学生，有一个中文名字很重要，因为这可以是他们融入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从他们取中文名的思路可以看出他们的姓名文化。有相当一部分人直接取一个跟中国人历史上的名人一样的名字，比如李白、曹操等。中国人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取一个洋名字，听起来好像是英文翻译来的一样。比如有的孩子叫丁安妮、王林达、李大卫等等，他们的名字很可能来自英文的 Annie、Linda 和 David。 这样的名字也已经被中国人所接受，而且这些孩子以后上英语课的时候可能会很方便，老师可以直接给他们取一个对应的英文名字，就不会造成麻烦了。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中西姓名文化的差异，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用自己的姓名和中国人的姓名做一些比较，看看都有哪些不同。好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谢谢同学们，再见。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一，在中国人的姓名里，先说什么，后说什么？ A. 先说名，后说姓。 B. 先说姓，后说名。正确答案 B。 二，如果一个中国孩子的名字叫王仲达，他在家里可能排行第几？ A. 第一。 B. 第二。 C. 第三。正确答案 B。 三，下边哪个可能是中国人的名字？ A. 大卫。 B. 哈利波特。 C. 王林达。正确答案 C。 四，在中国孩子能不能跟爷爷的名字一样？ A. 能。 B. 不能。正确答案 B。五，下边哪个名字的顺序是对的？ A. 大卫王。 B. 小龙李。 C. 李小龙。正确答案 C。